爱保护，将各种珍藏丰富的赐予他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圣毕业十世教宗，他是意大利人，1835年出生，后来1903年被选为教宗。他任期的座右铭就是在基督内重整一切。我在他的整个生平当中特别记住两件事，他鼓励小朋友领圣体，所以从他那时候大概7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出领圣体。第二件事，他自己承认他在举行教会的改革的时候感觉到他很孤单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道礼仪，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入罪，为此恳请忠贞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为了维护至公教会的信仰，振奋世道人心，促使人归向基督，赐给了圣毕业教宗天上的智慧和识途勇毅的精神，求你仁慈的恩赐我们遵从圣人的教诲，施法他的榜样，以其将来或享永远的赏报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明长记。若苏厄逝世以后，以色列子民做了上主所厌恶的事，侍奉巴尔。他们离弃了他们祖先的天主上主，就是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天主，而敬拜别的神，就是他们四周各民族的神，因而激怒了上主。他们离弃上主，侍奉巴尔和阿布托勒特，于是上主对以色列发怒，把他们交在强盗手中，把他们卖给四周的敌人，使他们不能抵抗敌人。他们每次出战，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，迫使他们面临极大的困苦，一如上主所说的，履行上主所起的誓言。上主指派了民长，拯救他们脱离强盗的手，他们仍然不肯听从民长，反而去顶礼叩拜外邦的神，很快地叛离了他们的祖先所走的服从上主命令的路，没有效法他们，
每当上主给他们指派民长时，上主就与民长同在，在民长活着的岁月中，拯救人民脱离仇敌的手，因为上主听见了他们所受压迫所发出的叹息，而怜悯了他们。可是民长一死，他们便故态复萌，行事比他们的祖先更坏，他们追随别的神，叩拜他们，不放弃祖先邪恶顽抗的行为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们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们。他们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没有歼灭异族的生灵，反而同异民交往杂居，染上了他们的一切恶习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们。供奉他们的偶像，招致了自身的丧亡，他们既杀了亲生的儿女，当作牺牲献给魔鬼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们。他们的行为玷污了自己，他们的举止与娼妓无异。上主向他的子民大发震怒，对自己的选民产生厌恶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们。上主曾多次拯救他们，他们依然抗命，执迷不悟，深陷罪恶，自屈堕落。上主听到他们的哀诉，就又顾念他们的痛苦。上主，当你对子民施恩时，求你记得我们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，老师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事呢？只有一个是善的，如果你愿意进入永生，就该遵守诫命。他问耶稣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应孝敬父母，应爱人如己。那青年人对耶稣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若是愿意成为网上的人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存在天上。
然后来跟随我。奇孽人一听这话，就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因为他有许多产业。上主的圣言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很喜欢听耶稣讲道，有时候甚至会我们会觉得很感动，虽然有时候很难遵守耶稣讲的话，奉行他的旨意，不过至少我们喜欢听。那我也常常欣赏耶稣讲话的技巧。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在福音中听到的耶稣跟那位奇孽人的对话。首先奇孽人问关于诫命，天主的诫命，那后来他感觉到好像 还不够，还缺少什么，所以耶稣建议他变卖他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然后来跟随耶稣。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提到一个东西，就是宝藏。耶稣说，虽然你现在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可是你这样你会有一个新的宝藏，就是在天上你现在看不到，可是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天主会还给你，不用担心，你还是会有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这是耶稣 很厉害的地方，他知道怎么说服别人。如果耶稣说，好，年轻人，你现在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谁愿意这样做呢？本来有很多，现在没有，那我不要，这样不好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还是会有，就是换另外一种的东西，你会有，而且更有价值，你要不要？这个虽然最后的结果好像耶稣没有成功，可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被吸引，会相信耶稣。好吧，那我选那个你答应我的宝藏，我现在看不到的，我相信真的会有。好，我愿意跟随你。希望我们听到今天的福音，我们还是会相信耶稣，我们真的会有一个宝藏。现在虽然现在我们还看不到，今天我们求毕业十世教宗为我们现在的教会转到天主，我们也表达我们祈祷的意向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
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悲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刚毅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您的名受显扬，愿您的国来临，愿您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天主降福我们，赐给我们勇气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里礼成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天主的爱借着圣神已经住在我们心中了，父怎样爱了我，我也同样地爱了你们，你们应该在我们心中。